红魔香。姐妹们，来个酵母蟹，这是活的酵母蟹啊，生腌的。哎呀，鲜不鲜？流线流线的。哎，哎妈，这个，这小腿都能吃啊。哎妈，真鲜人啊，那螃蟹。哎呀，你这样吃太慢了。嗯。螃蟹吧，就这样吃，吃螃蟹吧。哎呀，我来这样吃什么？哎呀，我去！哎妈，鲜亮不鲜亮？流线流线的，老铁。哎呀，这肉太多了吧？哎呀，好，算了，完了，好，下一位来，再来一个啊！再来一个，咱们吃够了。哎呀，嗯，好吃吧？好吃，拿点回去，去后边蛋蛋掰腿去。来下一位，来一个。我口有黄这个，哎呀，哇，真鲜，好吃吧？好吃，这个又不咸，还没有三七味，没有腥气味，哎呀，酵母蟹老铁啊，老好吃了，哎呀，我把这个腿留着，等会儿吃。哎呀哎呀，哎呀，再来一个，好，哎呀，好，拿着拿着，后边拿后边下面来下来。哥哥来来，哎呀，我尝尝，这是腌的老铁，用那个酱腌的酵母蟹老铁，里面肉还挺多，老鲜亮了。哎呀，还挺好吃。哎呀，我操，太鲜亮。哎呀，好吃吧？再来一个，好吃。哎呀。太鲜亮了，老铁，这个配点米饭是绝了，亚宇。今天吃鲨鱼和金针菇，看怎么回事？来口金针菇。